好，各位魔术师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将由我在这里为你们呈现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，它的名字叫做多变大翻包。首先，既然说是包，那么在你们眼前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纸包。大家打开以后可以看一下，一个黄色的小纸包，一个红色的小纸包，还有一个大个的纸包，像这样。下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么在你们眼前马上要呈现出来的，就是在短短的一瞬间，你们会发现纸包里面就多了一张普通的纸币。当然这张纸币呢是一个叫做点钞券的纸币。好，现在咱们把纸币这样放在你们的面前。好了，我再一次盖上这个包裹，还是什么都不做，只要手轻轻晃一晃，看一看包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么你会神奇的发现纸币消失了，而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变成了一张白色的卡片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当我再一次把包像这样合起来，还是什么都不做，晃一晃手，你们发现当我再一次打开纸包的时候，一张扑克牌呈现在你们面前。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么不可思议，但是它真真正正的发生了。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款道具。